何必你能回家组成团体，为了让顶上的独居时代嘛感受到社会关怀，这回前往顶来独居时代出来拜访，并且送因餐点、水果，甲何必能回家正办精心制作往来所，祝福因中阳节快乐。中阳节准备来到，为了让何必顶上的独居长者会当感受到社会对因的关怀，何必顶农会志工甲组成团体人员载着物资就门来探访，互受访的长辈相当感动。组成团体表示，保障乡生会内面登记的关怀独居长者大约有二十多位，更加相当感谢真侪社会人士甲团体互相来帮助，或者长者伫咧节庆的时阵，麦当享用着美食。好，身体健康啊！吼，嘿。啊，便当好，今仔日今仔食少咧。咱今仔是咱虽然乡生会物资发放的这个活动吼，啊，咱每一个月。每一个月头一个礼拜日，咱拢会做即个传着吼，传着即个物资吼，包括即个米啦、盐啦吼，啊油啦吼，面条啦、米粉吼、大娘食的物件，啊，有咱的志工吼，安尼一盒一盒吼，啊，亲身啊送到因的厝内。啊，咱咧做诶遮关怀对象，目前超过二十户，遮个是讲吼，较需要即个独居的时段。哦，啊是较辛苦的这个家庭吼，咱拢有长期咧个关心安尼。啊，咱做这个活动吼，嘛是做十几冬啊。啊，长期以来吼，受到咱的这个咱的会员、社会人士吼，啊是一寡公司吼，啊咱甲咱认同。啊，伫个遮吼，我代表咱乡贤会，啊感谢着咱吼，咱遮吼，比如讲足侪拢长期、定期咧甲咱管理的啦吼。哦，咱遮个哦需要的人吼，啊特别来感谢讲，长期以来拢无断的咱的会员吼，到小李代表吼，伊拢会关着即个水果吼，吼啊加着咱和美面包店吼，即个麦斯家陈志慈老板吼，伊嘛拢提供即个爱心面包，啊即几年吼，就是讲，咱的做法吼，受着咱吼和美农会哦，因的认同，啊伊嘛拢会甲咱。大家拢配合吼、哦、来做这个活动，爱弄吼，因的家政班的这个志工吼，伫咱这个社总干事吼，安尼热心吼，啊，甲咱支持之后吼，拢大家做配合啊，真好势吼，爱弄个提供个这个做很真辛苦啦，这个吼礼拜时啊吼啊，透早个爱做传的这个吼营养便当啦，啊，各因的农产品啊，大家来做这个。做这个活动，啊，希望在这个中央吼，这个佳节的时阵吼，咱这一寡物资吼，对着咱这的吼需要的这吼独居的时代，爱辛苦的家庭，对因来讲吼有一点啊帮助安尼。何必丁农会总干事谢燕如表示，何必丁农会长期以来一直拢是民众的好朋友，因此对农会来讲，回馈是第一个重要的代志。伊用中央这慰问独居长者，拢会送上农会当年种植的月饼。今年家政班为了让在地种植往来青农，麦当销售家己生产的往来以及原料，何必丁农会家政班今年制作了更加优质的往来酥。我们和美镇农会啊，因我们重阳节，也就是敬老节的到来，那我们也带着我们农会的志工妈妈，手做着他们的爱心便当以及物资，我们去探望独居老人，然后关怀他们。那希望借由我们这样子的举动，可以引发我们社会对敬老、爱老、助老，那以及我们台美镇农会长期也致力于绿色照顾的活动。那我们精心规划非常多精彩的课程，那希望长者在我们这个活动场域可以健康久久、快乐久久。那我们为了推广我们米粮，我们用米谷粉来制作这一次的。我们的敬老礼品，那就是做我们米谷粉的凤梨酥，希望带给他们长者不同的点心，让他们吃下去可以感受到满满的关爱及爱心。独居长者长期拢无时阵照顾，家在周边的厝边拢愿意对因付出关怀，佮加上其他团体温暖，相信这个重阳节因会过了真欢喜。新中华新闻李美宏何美采访报道。